好吧，嗨，好啊，宝贝，嗨，你要买雨伞吗？这个雨伞好用吗？你上哪班啊？去学校又方便又好用，大把又不会淋到。你的身体，老板，想修啊？那全部人这样努力去卖什么东西？这个雨伞直接放这一台没有关系的，这关你卖电脑，你不这样卖吗？我们看了你就知道。那帮忙我们一下，我们老杭哥在巴山卖东西，卖山了啊！哦，找你山了，我忘记开。等一下。哇，地图来看，卖地图是吗？地图我自己卖都有啊。哎，这地图有点不一样哦，难道是寻宝地图？我建议你用手机拍比较好，可能对你有用。哇，你看你看，很多马来人都买。我叫你不要动哦，我已经地址不动了，不见掉。我是谁？哎呀，我是宣兵啊！哎，问题来了，哇，在哪里？朱航没有来过这边家的，这里是。这是哪里？哎，怪叔叔，你到底把我带去哪里哦？这里是哪里？给你。哟，不要喝过啊！你喝过好不？什么？怎么给我水？谁叫你刚才要去动呢？我动什么？你动了那个地图。谁？现在你已经。变怪了，另外一个世界。另外一个世界，好像很紧张。哪里来？什么来？这另外一个世界有人了，电影里面都不是没有人了，不是？这里一定还是地球某一个角落，你不要骗我。你一定是把我带去地球的哪一个地方？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干你那么重。那 forklift 啦 ，helicopter 啦，全部。technology 一大堆，你跟我讲你扛不起我，哎呀，不要讲笑啦，我没有必要骗你，我今天是来帮助你，你现在已经在一个世界叫做时空，都没有经过这样啊，因为这是另外一个星球，哎，我要讲最常回到地球哎，如果你要回到地球，你需要找到这个世界的宝藏，还有解答它的密码，你才能回到地球。这样容易吧？好，现在你需要去完成任务了。还有什么任务？喂喂，等一下先，先休息。什么任务？找到宝藏，解开密码。希望他可以成功回到地球。帅嘿嘿，不。切切。